市长陈其迈自旗山参与东昌里重阳敬老晚会，与立委邱毅莹受到民众热烈欢迎，簇拥拍照。他亲切问候在座所有长辈，祝福身体健康，重阳节快乐。啊，今仔日为着吼，搁来遮吼，我有哪有小可练一下啦吼，啊，等下大家有哪看卖下吼。啊，我另外第二项的任务就是爱摸菜啦吼。啊，摸菜吼，嗯，我有准备迄个 special 的吼，留咧买下啦吼。陈其迈献唱苦练的台语老歌《春夏秋冬》，更加码抽出多项大奖，开心与民众合照，现场气氛欢腾，掌声不断。为了妥善照顾长辈，落实在地安老的政策，市府广设527处关怀据点，日照中心已有122家，西极巷弄长照站539处，更积极达成一学区一日照中心，目前已布建72学区。今年更加码提高65岁至79岁长辈的重阳礼金为1500元，预计将有42万名长者受惠。